魔术师或忍痛割爱，詹皇庆幸或许不再单核作战，压力倒向勇士这边。大家都知道，自从詹姆斯加盟了湖人，可以说洛杉矶聚集了一群怪人，比教练还有才的龙指导，大脑是低配，身体是高配的大麦基，还有喜欢吹毛求疵的芬森，还有个性榜眼比斯利。湖人队在今年的自由市场上算不上完美，虽然他们在自由市场大门开启的时候就得到了詹姆斯，但是湖人队一直没能给詹姆斯找来什么合适的帮手，他们在自由市场上表现得不够活跃，先后错失了乔治、考辛斯和伦纳德。鹈鹕今夏的操作让人瞠目结舌，放弃考辛斯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放过了隆多，龙指导的作用不言自喻。浓眉现在并不开心，在如今联盟抱团风气盛行的情况下，恐怕想要为戴维斯找到一位合适的搭档真的非常困难。对于戴维斯来说，想要成功恐怕也只能走捷径了。戴维斯与鹈鹕队目前的合同将在2021年到期，到2020年夏天他将有权跳出合同，这意味着明年夏天戴维斯就将进入自己的合同年。届时如果戴维斯选择不续约的话，那么鹈鹕队很可能会将他摆上交易货架，而这无疑会引来几乎所有球队的追逐。浓眉现在正是巅峰，对他来说只有总冠军才有吸引力，如果为了冲进季后赛都要拼尽全力，这样没有帮手的球队只会让其失望。而湖人前有勒布朗的加盟，这就很吸引浓眉了。当然涉及浓眉的交易肯定会是最重磅的方案，这其中至少都可能涉及英格拉姆和一些未来选秀权。如果湖人明确要在明年休赛期追求像汤神这样的球员，那么在这之前就算是牺牲英格拉姆和库兹马换到浓眉，都会是值得豪赌的举动。湖人看到这种情况，马上和鹈鹕进行了谈判，御用球哥加库兹马加罗尔邓和两个首轮签换去浓眉。一旦可以达成交易的话，詹姆斯和浓眉哥组建的双人组很有可能是联盟最强双人组。浓眉一直被认为是勇士格林杀手，每次面对格林，浓眉都会拿到超级数据，30+15的数据更是家常便饭。奥尼尔也表示，如果詹姆斯联手浓眉，那么勇士真的要哭了。喜欢小编的文章可以点击关注哦，有什么看法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下您的足迹。